Hello 啊，天天们，那什么，咱今天去抽这个玉桂狗的一番赏，哎，就是那抽奖，妈，我只要想要这一等奖的大屁垫子，哎，上把抽的库了米啊，抽了60把才抽出来，才说的货架都搬空了个屁的，哎，这把咱争取40把以内就给它抽出来啊，走了，到了到了，哎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大屁垫子，咱就先来20发吧，你这孩子，开始抽了啊，铁子们。你讲啊，妈最后一个了，铁子们，抽中二等奖了，哎，但是我还想要一等奖那个座椅，我就又买了10把。妈求求了，让我抽中个大屁垫子吧。咱说我这边刚付完钱啊，那边就妈已经有人把大奖抽走了。妈，我真无语了，抽半天让人截胡了。哎，你气死我！哎，这是我的正搁的沮丧呢。服务员跟我说，啊，慢点，阿里马斯卡。哎，这正说的还有一个一等奖呢，结果我的最后一个票。啊，当当。哦，一番ですか？哎，我中了耶！哎，30次就中了。一共才40个奖。救命啊！我好像把这个小姐姐最喜欢的抽走了。天哪，看起来好难过呀。因为她看起来实在太难过了，我就让她随便拿一个跟我换了。啊，大丈夫です。救命啊！那我真不好意思。行了，等我回家把这玩意儿给你们拆开啊。来吧，看看我这回1600抽出个啥玩意儿。哎，一等奖就这大皮垫子。哎，这给狗蛋吧。谢谢妈妈，已经住五下了。哎，接下来就2个玉桂狗的镜子是可以亮的，然后就4个干脆桶啊，这玩意儿我偷大粪时候能用上。那什么，有偷大粪的需求找我啊，纯手工的。哎，再往后就4双筷子啊，咱说老可爱了。哎，你瞅的玉桂狗撅着个腚和狗蛋那一出一模一样啊。接着还有6个杯子，4个发带，6条毛巾，7个保温袋，还有一个最后赏玉桂狗抱枕。太可爱了。行了，今天就这样式的了啊。